我是肾脏科医师。像我们在看门诊当中，其实在我的门诊的病人很多都是属于一些慢性疾病，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然后有慢性肾脏疾病，然后很多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为主，都是老人家。那我们在看门诊的时候，其实我们常有在讨论啊，就说比如当看完诊，有时候把药物都开完之后，有时候有利用一些空闲时，我们就在讨论说，那平时要如何吃，会怎么吃的比较健康。谈到说我们要平常要如何吃才会吃的比较健康，我想第一点还是要跟大家叮咛一下说，高温的调理就是说偶尔吃就好，不要太常吃了。什么叫高温呢？就大火快炒、烧烤还有油炸。比如你在油炸或烧烤当中，有时候温度都100多度、200多度以上，所以这种叫高温调理。像我们的食物里面有一些是蛋白质，有一些是油脂，有一些是淀粉类，所以你在高温烹调，比如你在烤肉、烤牛排、烤猪排，烤肉当中它会产生大量的异环胺，所以通过它梅纳反应产生异环胺，所以异环胺化它还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它公告的第二级致癌物。所以第二级致癌物就是说在动物实验会增加癌症风险，可在临床上没有证据。所以像蛋白，所以我们的鸡肉啊、猪肉或羊肉，只要是蛋白质的话，要记得，其实烧烤其实都不健康，它会产生致癌物质，所以这种都偶尔吃就好了。那另外，其实你烤肉当中，比如说，其实我们的肉里面有蛮多油脂，油脂遇到高温，它会产生也是一个致癌物，叫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我们简称叫 PAH， 它在我们的医学上，也属于致癌的物质，所以在动物实验也会增加癌症风险，可是在临床上，在人体上证据还没有那么足够。所以你高温的话，比如你在烤猪肉、烤羊肉、烤牛肉当中，它里面有蛋白质、有油脂，都产生蛮多致癌物质。然后另外，我们有很多很多食物是属于淀粉类的，像薯条啊、洋芋片，所以你在炸薯条、炸洋芋片当中，其实它会产生丙烯酰胺，它也是属于致癌物质，所以它是2A 的，所以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为第二级的致癌物。所以你看，我们在高温的烹调，不管是烤，不管是油炸，它产生蛮多致癌物质，其实所以这种都是偶尔吃就好了。就有人会认为说，像黑糖会比较养生，比一般糖来的比较养生。那可是去年有一次康健杂志它做了一个实验，他就把市面上很多牌子的黑糖他收集起来去验那个丙烯酰胺的量，对，然后结果在不同牌子，其实都有看到有产生有丙烯酰胺这种致癌物质。所以他还告诉我们说，其实黑糖化，其实我们市面上黑糖有一些是一些古法的酿造的，它都是高温，高温的时候，这时候会有什么？会葡萄糖跟氨基酸，它有一个梅纳反应，就会产生丙烯酰胺。所以我想第一部分还是要跟大家报告说，其实如果我们要吃的健康的话，我想第一个要点就是说，高温的烹调尽量少吃。所以所谓高温就油炸，还有烧烤就是高温。然后低温的会比较好。什么是低温呢？像水煮或清蒸就比较好。像我们水的沸点大概是100度左右，所以说你在清蒸、在炖或者在那个水煮的话，它就会比较相对比较健康，因为比较低温。然后第二个要跟大家报告题目，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吃的健康化。第二个就是说，我想我们一定要注意黄菊毒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吃那个花生啊？像只要我们卫生主管机关，他每一次在卖场上，或者说，在做检验的时候，只要花生类产品，不管是花生米、花生酱、花生糖、花生糕，只要有检验，每一次都验出来有这个霉菌毒素、黄菊毒素。然后为什么会有黄菊毒素呢？只要是像花生类产品的话，其实它最怕潮湿了，所以潮湿而且温度大概20几度，比如说它在28度以上，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北市的温度。在家里厨房，可能就28度、20几度，然后潮湿情况，它会产生黄菊毒素。像黄菊毒素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因为我们的花生类产品，
有黄菊菌这个霉菌污染，它就产生黄菊毒素。然后黄菊毒素我们都知道说它本身会有肝毒性，会伤肝，而且黄菊毒素它本身也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它公告的第一级致癌物，就人类确定致癌物。尤其是说如果我们民众本身有 B 型肝炎代言者，那本身又常常喝酒的话，那刚好你吃到花生又污染到黄菊毒素，那就会增加肝癌的风险。所以说还是要跟大家叮咛一下说，如果说你买花生类产品，不管是花生酱、花生糖、花生糕，要记得最好买小包装，真空包装。那如果一旦开封后，要记得没有吃完一定要放冰箱，不然的话如果大家把它放在厨房某个柜子里面，搞不好它就发霉。而且发霉的话 有时候我们从外观不好辨认，就说你外观你比如花生酱你闻下来的话，但说发霉很严重的话会变黑黑的，你可以分辨。可是如果早期的发霉，搞不好它没有变味道，这味道还是香香，还是花生味，你可能没办法分辨。所以还是要注意说，花生类产品只要是一开封没吃完一定要放冰箱。像也许大家有时候会在一些电视或报纸或杂志看到说，那 有些老师最叮咛说，如果我们要买花生米的话要怎么买，我们最好买有像这种有带壳的花生。对，那为什么有些老师会认为说建议我们买有带壳花生，比如说因为我们可以自己把关。比如说如果大家去，比如说在过年或者说你要去买花生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说花生的壳有这样黑黑的，或者这样黑黑的，代表说它已经有霉菌污染了，那就一定不要吃。然后刚刚想说是跟大家讲说黄菊毒素，然后我现在跟大家报告另外一个也是每一次检验每一次对都会有的赭菊毒素。像我们常说黄菊毒素会伤肝，它容易在花生类产品出现。那另外我们的赭菊毒素它本身它会伤肾，而且它会在咖啡类产品。像赭菊毒素它也是个霉菌毒素，对，它就是因为我们的咖啡豆或咖啡粉它受到那个霉菌赭菊菌的污染，它就产生赭菊毒素。所以 也是一样啦，就是说其实如果比如温度厨房温度比如在二十几度然后潮湿，它就会产生赭菊毒素。所以还是要跟大家叮咛说，如果我们要买，大家如果喜欢说你喜欢喝咖啡，喜欢自己泡咖啡，不管咖啡豆或咖啡粉，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买最好买真空包装、小包装，只要一开封，我们的咖啡粉、咖啡豆一定要放冰箱，不然会有产生赭菊菌污染，就会产生赭菊毒素。赭菊毒素它比较麻烦，它也会在动物实验会增加癌症风险。那另外赭菊毒素它会伤肾，引起一些肾功能的破坏。所以而且如果我们的咖啡粉或咖啡豆它一旦有赭菊毒素污染的话，其实我们外观根本看不出来啊。你在外观的话，其实闻起来都是咖啡香，而且外观也是咖啡色，都不知道。所以要记得说我们的买的咖啡豆或咖啡粉一定要说，我一开封如果喝不完没有泡完一定要放冰箱了。其实赭菊毒素在过去我们卫生单位在做检验的时候，它不只在咖啡看到，有时候也在五谷杂粮啊、中药也是常会看到。然后我下来的话要跟大家报告另外一个，也是很多像很多家庭主妇，然后也是我在门诊说好多那老病人在问我的一个问题，就亚硝胺了。大家都很担心说，其实亚硝胺这东西它是个致癌的化合物，就在动物实验会增加癌症的风险。所以说很多养生的达人还有很多老师都在说，其实我们平常我们要吃的健康我们一定要注意啦，就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不管是早餐或午餐或晚餐，我们一定不要吃到亚硝胺。所以因为亚硝胺它是致癌物质，所以你看根据国外研究是说，哇，我们亚硝胺如果我们不小心吃进去的话，它跟很多癌症有关，比如跟口腔癌、跟食道癌、跟胃癌还有跟血癌都有关系啦。所以说 这是已经有医学研究证明说，其实亚硝胺就是 会增加跟癌症的风险，会增加癌症风险有关。然后我们民众
我们在早餐、还有午餐、还有晚餐当中，我们怎么暴露到吃到亚硝胺这种东西呢？我想第一个来源就来自那个加工的肉品啊，就是腌制或加工肉品。什么叫加工肉品？像什么香肠、火腿、腊肉、培根，像这种加工肉品的话，加工肉品它里面它一定会有加亚硝酸盐，含有这个亚硝酸盐。因为加工肉品你不加亚硝酸盐的话，那加工肉品很容易受到细菌那个肉毒杆菌污染。哇，那个肉毒杆菌污染如果严重的话，那个会有神经毒素，会死人的。所以说我们的加工肉品业者依法它可以加这个防腐剂亚硝酸盐。所以加了亚硝酸盐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预防肉毒杆菌污染，第二个好处它可以让我们的加工肉品会比较粉红色，比较漂亮，增加卖相。所以你看我们的香肠、火腿，欸，其实都粉红色的，颜色都很漂亮。所以不过它是依法可以添加，算是合法的添加物。可是我们就担心说这种加工肉品，比如说你在吃香肠、火腿的话，有时候我们会怎么吃呢？我们在中秋节我们会烤香肠啊，就高温或油炸，它就会产生亚硝胺。然后另外哦，其实不止加工肉品，像一些腌制的肉类啊，或者说像咸鱼啊、咸肉，欸，它也会有亚硝胺。所以说我们民众我们会吃到亚硝胺，第二个管道是说我们直接吃含有亚硝胺的食物。然后第二个管道，我们民众怎么吃到亚硝胺这个致癌物质呢？第一个管道就是说有一些东西要分开，不能一起吃了。比如说我们的加工作品含有亚硝酸盐，对，像香肠、火腿它有亚硝酸盐，它是合法可以加的。那可是有一些干燥的，有些海鲜内含有胺，你就不要同时吃了。比如说我们亚硝酸盐的东西是含有像加工作品，像香肠、火腿、培根、热狗，然后你不要跟胺类的东西，像有一些像那鱿鱼、章鱼啊，那个干贝啊、秋刀鱼，它含有胺类，所以你亚硝酸盐的东西跟胺类同时吃的话，在你体内就变亚硝胺，就是致癌物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网络的一个报道，就说哎，有些东西我们要分开吃啦，比如说你吃香肠加工肉品，它亚硝酸盐，然后又同时吃鱿鱼的话，也含有胺类，所以大家都说哇，这样一起吃会得到癌，增加癌症风险。没错，在理论上是会了，不过我们一个人会得到胃癌的话，原因很多，比如说跟家族史啊、跟幽门杆菌感染或者胃发炎、贫血、胃息肉，很多原因都有关，抽烟喝酒，所以不能说只要我们民众吃到一次的什么香肠加鱿鱼一定会导致癌症。不过我们知道说这个组合是不大好的，我们要尽量避免啊。那第三个管道哦，我们民众怎么吃到那个亚硝胺这种致癌物质？就是说不新鲜的蔬菜了。所以你看哦，我们在台湾的，我们常说了，像我在看门诊的时候，常跟很多老病人说，我们要吃的健康的话，就是每天要告诉我们自己说，我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跟水果。不过你知道吗？我们国内的新鲜的大部分的深绿色蔬菜，它其实都会有硝酸盐。因为我们农民在种菜的时候，他会加了一些肥料，像有一些是属于化学肥料氮肥，加了肥料之后，哎，其实我们的青菜它一定会有硝酸盐。所以如果说我们青菜如果不新鲜的话，哎，它经过我们的细菌分解，它会变把硝酸盐变成亚硝酸盐，哎，在我们体内就会跟胺类结合，就变成亚硝胺了。所以大家记得说，我们要吃的健康化。第三点，不要吃到亚硝胺的话，不新鲜的蔬菜一定不要吃了。其实现在很多上班族、很多学生，其实我们都是怎么样，都会说，哎，晚上哦，妈妈会煮了明天第二天的菜嘛，然后会放冰箱，然后第二天再带到公司或带到学校，再微波炉加热，哎，这就是隔夜菜。然后很多网友就说，哎，我们不能够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话会增加癌症风险。我想这不会了。就是说他眼里就是来自这个了，因为我们的蔬菜它会有硝酸盐，因为用了氮肥会有硝酸盐。那也许很多网友就会发挥创意说，哎，我的菜煮完之后，哎，它不新鲜了，细菌会分解变成亚硝酸盐，然后在体内就变亚硝胺。
所以网友就说，哎，我们的隔夜菜常吃的话，会就代表说你吃到亚硝胺就会增加癌症风险，其实不会，因为我们的蔬菜哦，我们的硝酸盐其实都水溶性的，比如我们在煮菜当中，我们在洗菜，它就可以把硝酸盐把它洗得差不多，然后我们在炒菜当中温度高的话也可以把它破坏得差不多，所以吃到隔夜菜不会增加癌症风险，是不会，这是错误的谣言啊。那可是隔夜菜的话还是要跟大家提醒说，隔夜菜我们一定就说一定要放冰箱啦，就说就说比如说晚上今天比如说家里只有两个人，哇，今天又煮了一大堆菜，知道说一定吃不完，最好是还没有动筷子之前赶快先分装，那如果说有五道菜就用五个盘子来装，要放冰箱，那冰箱温度要够低，要4°C啦，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的隔夜菜一定那个菜哦一定要彻底加热才能吃啦，就说因为我们冰箱温度很低，4°C 化它其实它没有办法杀菌，它只能抑制我们细菌的生长，然后可是你要杀菌你一定要高温，所以第二天我们隔夜菜一定要彻底加热，不然的话隔夜菜万一有微生污染，就担心吃了后会急性肠胃炎会拉肚子。要怎么不吃到亚硝胺呢？我想第一个重点就是说要不要合吃啦，含有亚硝酸盐的东西，加工肉品、虾肠、火腿，不要跟一些海鲜，像干贝、秋刀鱼合吃，就会产生，因为亚硝酸盐加胺类就变亚硝胺。那要多吃一些含有丰盛维他命 C 的蔬菜跟水果，因为我们的维他命 C 化，它可以是很好抗氧化剂，所以它就可以抗癌，可以防癌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不要吃到亚硝胺的话，就是少吃含有亚硝胺的东西，所以说要记得，如果像加工肉品、香肠、火腿，大家要吃的时候，一定不要高温加热了。就说你不要烤香肠、烤火腿，它就理论上它就产生很多的亚硝胺。然后我下来的话，另外一个方向要跟大家，也是好多民众很关心一个问题，就蔬菜还有水果的一些农药残留，其实这个蛮常见的。像类似这种新闻，这是有好几年前有一次了。我们台北市卫生局他公布的有一次的一些检验报告，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平常大买蔬菜或水果，大家喜欢到哪里买？我想每个人有不同想法。有人认为说菜市场比较好，然后有人认为说，超市卖场不错啊。对，其实像可能有人认为说，其实农会的会比较好，因为有些家庭主妇他认为说，农会的比较会有一些品质的保障。这是台北市政府有一次他化验一个结果，他说你不管在卖场买，不管在农会买，其实不管很多水果蔬菜，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农药残留，所以最好是说我们把。不管是从哪里买回来，菜市场的农会买回来或卖场买回来蔬菜跟水果，一定要彻底清洗了。所以你要怎么清洗？你要用流动清水来清洗15分钟。所以我们可以把说你的菜哦，你放个大的盆子，然后把你的菜哦都泡在里面，然后水龙头水关到最小，就小水，用流动清水把它清洗15分钟。我想这种方式最好。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其实我们国家批准我们业者可以合法用的农药大概有400种，然后绝大部分都是水溶性的，所以你用流动清水来清洗15分钟，我想效果最好。那如果说也有时候我们在洗那个草莓，其实草莓的表面都凹凸不平，担心洗不干净，你要用软毛刷来清洗。那如果有一些菜的话，它根茎的地方就担心说别人会卡农药，那你可以说，那切掉，那就不要吃。也许大家在有时候你在报纸上或电视上看说，有人就介绍说，你用盐巴水来泡我们的一些蔬菜水果来洗农药，我想这效果不一定好，都不好。那也许你可以看到说，有些广告他说我们用蔬果清洁剂，你的苹果你要洗得干净或蔬菜，你用清洁剂。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所有清洁剂它里面一定会加有界面活性剂。然后我们怎么知道界面活性剂是安全的？所以我并不建议了。然后有些人他会建议说，我用小苏打，他理论是说，我们大部分农药都是酸性的，你用小苏打它是弱碱，可以中和，可以洗的效果比较好。可是这都不一定啊，效果也不一定好。然后有些老人家他说，我们洗米的水，
你不要倒掉，因为它有一些纤维素，你用来洗我们水果蔬菜。其实我们怎么知道洗米的水是干净的呢？所以我想这方法其实都不建议了。其实如果说大家担心说你到卖场买回来的蔬菜跟水果有农药残留，我想最好方法用流动清水来清洗15分钟，我想效果最好了，而且也不用花那么多钱，所以用流动清水来清洗最有效。那另外一方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欸，其实不止蔬菜跟水果会有农药残留，欸，有时候你看到说，有时候我们卫生单位他去检验哦，他检验我们的什么猪肉啊、牛肉或鸡蛋，或者说哇肉品也蛮多一些毒物在残留，那种新闻也蛮多的。欸，有时候很多家庭主妇或老人家在家里，欸，看到也是很担心说有没有可能你吃什么你吃蛋啊或什么一些肉里面有一些残留抗生素或农药残留，所以这种偶尔你看到这种新闻还是蛮多的。不过这些都是抽查啦，我们卫生单位他不可能每一批去查，他一定是偶尔抽查，他排他 schedule 来抽查，可以看到有时候会有残留抗生素啊、环境荷尔蒙啊，还有海鲜是重金属，对，所以我想这种残留的毒物或环境荷尔蒙的话，其实容易都在肥肉啦。所以说，其实如果大家买一些肉品的话，要注意一下，欸，肥肉尽量少吃啦，或什么鸡皮、鸭皮或内脏尽量少吃，因为这种部位容易残留这种重金属啊、抗生素、环境荷尔蒙啊。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吃像鸡皮啊、鸡脖子、鸡内脏啊、鸡屁股，欸，有时候你到吃那卤味或咸酥鸡都吃蛮多的，欸，这种内脏还是少吃，也不是说不能吃啦，是偶尔吃就好了。你要因为这种我们的环境荷尔蒙啊、重金属啊、抗生素，欸，其实都容易堆积在这地方，比如说我们的代奥辛啊、多利联苯都容易堆积，所以它少吃了。还有什么鱼的鱼皮，都尽量少吃了。然后像这张图是我们在医学教科书之中摘录下一个图，它告诉我们说，比如一条鱼的话，我们要怎么吃呢？欸，鱼头不要吃，鱼皮不要吃，还有脂肪什么都不要吃，你就吃里面肉而已。对，欸，有一次我在桃园市卫生局演讲的时候，对，我这样讲的时候，讲完这样 slide， 有个婆婆她又告诉我说，她说医生你都不知道，你把好吃的都丢掉了。对，不过有些民众很相信认证，其实说有政府认证当然有把关比较好，然后可是有些民众还是不相信了，就说可是我想说有认证，比如有国家认证当然比没有认证比较好，比如说我们的，欸，比如我们农委会认证优良农产品 CAS 也不错啊，或者说，欸，最近有一些农委会推广的产销履历，欸，比如说你买一个什么空心菜，欸，他就告诉你说，欸，我这把空心菜是哪里来，哪一个农会来，哪一个地方来的，欸，民众就可以说上网去查说，欸，我那个农地旁边有没有什么垃圾焚化炉，欸，大家就担心说哇垃圾焚化炉旁边搞不好会有一些代奥辛的污染，就是说我觉得产销履历都还不错了。然后我下来的话有个时间，我想说跟大家报告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说食品添加物了。就说我不知道大家，就说像我的门诊说，欸，有些老病人回来看门诊，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时间，大家会在聊天，有的民众就会在报，有些老病人就会想说，我们比较熟，就会想说，欸，他说过去这五年来，欸，有时候蛮多的一些什么黑心食品，就大家都觉得说，欸，这怎么也不，这个好像这个又出包，那个又出包。所以很多人就很生气，说好像这个也不能吃，那边也不能吃。所以你看很多违规或黑心食品，其实它来自的原因都是来自哪里？食品添加物了。我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们第一类，我们就防腐剂。所以说，如果你到卖场，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到卖场，我要买一瓶酱油。所以有些消费者，像主妇，他很在意哦，他想说，他就很在意防腐剂，欸，他去看酱油后面的标示，欸，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比如说我们说最常用防就是苯甲酸，他就防腐剂。然后有些消费者他就注意，哦，他去看，他不管买一瓶饮料、一个酱油、一个豆干，他去看一下里面有没有苯甲酸。然后大家有时候看到防腐剂，就说，欸，有些民众就会认为说，欸，有防腐剂代表说它是不好的，会伤身的，就不吃。不过其实这种观念是错的啦，我想我们还是要用一个比较合理的态度来看待防腐剂，因为加工食品它会担心微生物的污染，
所以你本来就应该可以加防腐剂。哎，你没有加的话，那食品会坏掉啊，反而你受到伤害，搞不好会急性肠胃炎。例如说苯甲酸好了，它最常用的，比如你豆干里面本来就可以加苯甲酸啊。不过我们的政府规定说，哎，你要加苯甲酸，你有个限量哦，比如每一公斤加工食品不能超过1公克。所以说，可以加防腐剂，那是只要是合法添加防腐剂，不过量添加，我觉得都 OK 的。所以我想说，我们民众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今天到卖场，我要买一个酱油，买一个饮料，或买一个什么东西，我就注意看有没有防腐剂。有防腐剂，我就说它是黑心食品，其实这是不对的啦。面对防腐剂，我想我有几个建议啦。我想第一个，我想还是要我们消费者应该要理性来看待防腐剂，就说我们要了解说，哎，其实有防腐剂是正常的啦。只要是我们的加工食品的业者，他按照我们卫福部的规范来添加防腐剂，他就没关系啊。你不加防腐剂，反正对。不过同时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说，哎，如果说你买加工食品有什么防腐剂，比如苯甲酸。所以如果你是有肝硬化的病人，或者说怀孕的妇女，或者说幼儿的话，就尽量少吃防腐剂了，就尽量少吃了。然后另外第三点还是要跟大家提醒说，哎，也许大家有时候你在看电视网络，他有看到或者说卖场他写说本品绝对不添加防腐剂，所以你就要很小心哦。像有一些这些话都是骗人的，他就看准民众说消费者不喜欢防腐剂，他就故意写说我这个东西绝对没有防腐剂，你要注意说，哎，他有没有可能骗你，或者说其实要注意会不会被骗，或者说有一些他不加防腐剂，可以他帮你加别的东西，比如加什么杀菌剂。所以我们消费者应该要选择有信誉的产品啊。还有另外一种是抗氧化剂，像我们食品添加合法的有800种，然后第三类就抗氧化剂也是蛮常见啊。像比如说我们很多泡面，对，像我很多网友都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网络的谣言，就是说我们不要常吃泡面，常吃泡面就变成木乃伊，因为泡面里面有防腐剂。我想这是错的了，泡面绝对没有防腐剂，因为泡面哦，它是高油脂的东西，对对，它不需要加防腐剂，因为面泡面的面哦，它是干干的，水活性很低，它不需要防腐剂。泡面的话，它高油脂。油脂氧化的话就有油耗味，那就不好吃啊，就卖不掉，所以他加抗氧化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啊，这在一年多前的新闻。哇，那这个新闻出来说引起全世界国家很多很大轰动，就说有一年，去年的话有一次美国的麦当劳哦，就美国麦当劳他在他自己麦当劳的一些官方网站，他自己说我那个美国麦当劳那个薯条卖得很好，在美国卖得很好。然后他说我的薯条里面我合法加了14种的添加物，1到14啊，对，没有，因为这14种都合法的、啊、不管在美国也合法，在我们国内都合法，都是合法的。他说我的那个麦当劳薯条卖得那么好，那么多小朋友喜欢吃，原因是我公告说，哎，我有这14种添加物。不过他这样一公告，而且在麦当劳官方网站这样公告，引起好多美国人在讨论，因为大家其实很压抑说，哎，那只是一个薯条，炸薯条而已，很简单一个食物，你为什么要加了14种的添加物？那么多，很多，而且其中有像第9种，就我们的细胶，第14种就我们的抗氧化剂 TBHQ。像 TBHQ 的话，在动物实验会增加癌症风险，不过如果你微量添加，在美国是合法的，在我们国家也是合法的。然后第9种的话，它是细胶，吃进去没问题，它不会吸收。可是细胶的话，万一你对工作人员就要吸到的话，它会增加肺部的伤害，也不好。像我们食品添加物有分17大类，大约800种了。那其中有第6类就叫我们膨胀剂了，它就明矾了，就说它都是合法的。那就是也在一两年前呢、啊，有一次哦，哎。那个有个康健杂志，他把一些什么市面上的一些面包啊，包括什么甜甜圈啊，包括司康 scone， 他做很多牌子的一些面包都拿来化验，就看说有一些面包都含有铝啊，对，含有铝 aluminium， 对，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多记者就想，很多民众都想说，面包为什么含有铝呢？就觉得很特别。
就后来在问面包师傅才知道说，哎，面包他在做当中他用到蓬松剂了，然后蓬松剂有分天然的也有分人工的，然后人工的有一部分是含有铝的蓬松剂，可是他用那个蓬松剂他都是合法的啦，对，不过其实可合法没错啦，不过对我来说，像我本身我是肾脏科医师啦，在我们门诊来看，我的门诊病人很多都属于肾功能不好或者洗肾人，那因为我们的铝的话，其实铝其实没有什么毒性，一般上如果我们民众肾功能正常的话，你吃再多铝都不担心，你可以从肾脏从尿液中把它排掉。可是洗肾的病人都要注意哦，因为洗肾病人肾脏已经没有功能了，所以他洗肾病人的话，你一定不能吃到过量的铝，过量铝的话，它会增加什么老年痴呆、阿斯海默症的风险，也会增加骨头病变的风险。然后另外一个合法添加物要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的人工色素，就着色剂了。所以你看哦，有什么？我们到卖场去，你不买，不管买巧克力、买糖果，或者说马卡龙，很多或者蛋糕，哎，都五颜六色，哎，其实很多都加这个人工色素了。所以这人工色素，哎，其实蛮多种的人工色素都属于合法的了。讲到人工色素，我相信很多民众都很关心，有一种也是合法的人工色素，就叫焦糖色素了。所以你看哦，所以大家都很蛮像，其实焦糖色素哦，其实总共有四种了。哎，这四种都是合法的哦，它分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第四类，也是大家目前很多国内好多民众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第三类跟第四类这两种焦糖色素，在动物实验证明说，哎，它会有增加癌症的风险。不过它是合法的哦。像第三类焦糖色素会出现哪里？在酱油。所以你看我们买的酱油都怎么样？都咖啡色、黑黑色，哎，都是第三类焦糖色素。哎，它焦糖色素化，它会产生甲基米唑了4-MEI， 在动物实验已经被证明说它会增加癌症风险。哎，可是我们政府让它合法。我们的 CODES 世界卫生组织也认为它是合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用的量很低了。然后另外有一类的讲的第四类，也是很多人不管国内国外都讨论蛮多，就第四类叫它是像我们的可乐。所以你想说我们可乐什么颜色？也都是咖啡色啊，也是加有第四类焦糖色素。所以你看在国外也是讨论蛮多说，哇，我们可乐这种颜色有含有第四类焦糖色素也会增加癌症风险，可是它是合法的。然后为什么国外也认为 CODES 认为合法，我们国内也认为它合法？因为大家想说你沙士可乐你不可能吃太多，就说有时候你看到说，哎，我们的食安的问题有违法，一定有违法，可是代表说它一定是伤害吗？就不一定啦。就说你要看伤害，你还是看什么？我们还是要看有没有达到说每日最大安全摄取量啊。就说有时候你看到说，哎，某些加工食品里面有防腐剂超标或者什么东西超标，一定是违法了。然后可是到底对我们人体吃的会不会有健康上的疑虑啊？就要看有没有达到每日最大安全摄取量了。那另外一种违法情况是说，你添加未被核准的化合物，这是我最担心的。最有名的是5年前呐、我们还记得说塑化剂风暴，那时候它怎么样呢？哎，业者他就把，哎，其实我们在做饮料当中或本来就可以合法用起因剂，它是合法添加物啊，它本来起因剂不是含有什么阿拉伯胶、乳化剂还是棕榈油，本来就可以。然后业者哦，他把塑化剂加在起因剂里面来做什么茶饮料、运动饮料，就等于怎么样？我消费者如果你吃那个益生菌或者吃什么茶饮料、运动饮料，就等于直接喝到塑化剂。所以那时候，哇，好多产品5年前很多产品都中奖，包括什么茶饮料、果酱啊、运动饮料，所以很多产品都下架，所以很多民众都很担心说，有没有可能我在喝饮料、喝什么运动饮料就喝到什么塑化剂？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哎，我们有800种里面的添加物不包含塑化剂，然后业者他把塑化剂放在里面，我们知道说塑化剂就可塑剂。它是环境荷尔蒙，是属于内分泌干扰素，所以它怎么样呢？它引起什么小女生性早熟，搞不好4岁5岁月经就来，然
那小男生会女性化，那成人也会增加癌症，比如乳癌的风险。所以说塑化剂也会导致男生影响男性的一些生育的功能，所以那时候引起很大讨论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不能添加东西很有名的，也是让民众很担心，就我们的毒淀粉啊。大概三年前的时候，两三年前，大家还记得说，我们的卫生单位检调注意到说，市面上有一些像那个，那像珍珠，有一些珍珠粉盐、淀粉类的东西，对珍珠奶茶的珍珠，其实它里面的淀粉，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食品添加物800种当中，有21种的化学淀粉是合法可以用的。可是业者都不用啊，他加了一种淀粉是属于什么？属于顺丁烯二酸，他把顺丁烯二酸加在我们的化学淀粉里面来做什么粉盐啊、霸丸啊、丸子，所以那时候也是一样，在两三年前引起好多民众的讨论，大家担心说你每天常吃一些淀粉的东西，搞不好就含有这个顺丁烯二酸，它是违法的哦，我们八百种里面不可能会有顺丁烯二酸，所以。这种违法的我们就蛮担心，还有一种违法就是说未被核准，大家还记得去年一个新闻，就是说我们的国内的业者卖到香港的豆干很有名，豆干被香港政府说含有一些什么二甲基黄，这黄色色素，而且是未被核准的。问题是二甲基黄在动物实验会增加癌症风险，结果都被下架。而且刚好这个新闻，这个豆干不是我们国内的政府把它查出来的，是香港政府查出来。后来消息传回国内后，然后国内在稽查，就看说有一些豆干含有二甲基黄。后来记者就去访问，就去问业者说，其实我们的黄色合法的黄色色素，我们已经有黄色四号、黄色五号可以用，为什么有必要说去冒那个险问用二甲基黄呢？是不被核准的。后来业者有透露说，我们的黄色四号五号会褪色，所以你放在豆干也许还没卖完，它颜色就褪掉，消费者就不买，他们就用二甲基黄。不过这是未被核准的。还有去年有一个新闻也是说，我们那个弄饼，清明节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弄饼，业者他自己说很多弄饼的饼皮都用吊白块，哇！这个消息出来，大家都吓了一跳。吊白块里面会有甲醛呢、啊？甲醛在我们都知道它算是一级致癌物，会增加一些什么鼻咽癌啊、血癌的风险，所以这也是违法的。所以违法的我们就担心。那最后一种违法状况，也是最近，然后我们卫生单位看到，就是说有时候啦。就是说业者会不小心用了工业的等，因为我们食品添加物你一定要用食品级的，有时候业者用工业级的来代替，为了省成本。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说有个牌子的布丁，大家都说那是小时候回忆，然后有好几年前也说不小心用到工业级的防腐剂，结果被下架。然后还有去年也是一样，在新北市有一家豆花店，就说我们在 做豆花本来就可以加凝固剂了，就说硫酸钙本来就可以加，硫酸钙它可以把小分子的蛋白质结合在一起，就一坨一坨豆花比较好吃。然后结果我们一定要用食用级的，它用不小心用到一些化学，就是工业级，就我们都担心说工业级跟食用级的差在哪里，因为它可能不纯啊，搞不好卫生环境都不好，搞不好有一些什么杂质，有一些什么重金属都在里面。还有包括前一阵子也是去年的新闻，我们的海带本来就可以泡碳酸氢胺，让我们的海带比较软比较好吃，那业者也是不小心说他不小心误用了一些工业级的碳酸氢胺。还有最近前一阵去年年底，一个很有名的牌子的热狗，对，他说他用的亚硝酸盐是用到工业，不小心用到工业级的。所以这样工业级的，你说危害在哪里？就是要查下去了。我们要如何吃的健康化？我想我有6点啊。第一点话，就是说我们要吃的健康，第一个要告诉我们自己说，每一餐不要吃太饱，要限制一些蛋白质还有热量的摄取。你不要说每一餐都吃得很撑，你吃得很撑的话，容易发胖，容易会有心血管疾病都不好。所以要吃的健康，我想第一个要点就是说，每一餐不要吃太。不要吃太撑。然后第二个要点，我们要每天都要叮咛我们自己说，
我要吃足够的新鲜蔬菜跟水果，因为我们蔬菜水果里面有些维他命 C 啊，抗氧化剂叶酸，哎，它是的确可以减少慢性疾病，也可以减少癌症，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我们要吃的健康，我们要叮咛我们自己说，你不要吃太多的肉了，红肉不能吃太多。哎，我想我们去年我们的国民健康署，他有在公报告说，因为我们在国人哦，每五分半钟就有一个民众得到癌症。而且癌症第一名是什么？是大肠癌。所以大肠癌跟什么？跟红肉摄取过多有关。所以我想说，我们要吃的健康，还是要叮咛我们自己说，红肉不一定要吃太多了。还有第四点，我们要吃的健康的话，一定要叮咛我们自己说，我们腌制类东西就是偶尔吃就好了。什么腌制类东西是什么呢？像咸鱼、咸蛋、豆腐乳、豆瓣酱。哎，其实这含有防腐剂，含有亚硝酸盐，所以增加亚硝胺的曝露量。所以说这个东西偶尔吃就好，虽然说很好吃，还是偶尔吃。还有第五点的话，还是跟大家叮咛说，如果我们要吃的健康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们自己说，高温的烹调偶尔吃，不要太常吃啊。什么叫高温？像烧烤哇，可能温度哇一两百度以上，还有大火快炒，还有油炸了，对，它都会增加那个。它增加很多致癌物质的产生，所以这东西都是很好吃的，不偶尔吃。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还是要跟大家叮咛说，如果我们要吃的健康，最好能够怎么样？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了。所以像我们的医学教科书，他就说了，如果一个民众，哎，那六点可以做得到的话，然后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可以减少癌症死亡率的70%呐。因为我最近有听到一些网络谣言，也许我快速跟大家讲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而且这些网络谣言其实都是错的啦。我第一个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说，有些妈妈说她用大骨来熬汤熬稀饭啦，希望说哎小朋友可以吃得长得比较快比较高一点。哎，我想这个没有办法补钙，哎，这是错的啦。其实我并不建议大骨熬汤哦。就说因为像我们的猪大骨或者什么骨头熬汤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环境污染那么严重，其实你的猪大骨里面可能会有重金属，像铅，你用来熬汤的话，你会把里面的铅都释放出来，其实对小朋友反而不好。然后有的患者他想说，他说我可以吃什么肾来补肾啊，我想没有这个理论啊，就说你吃再多的肾哦，也不能补你的肾，所以这是错的了，吃肾没办法补肾。然后还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谣言，说有一些像我们在门诊，有时候有一些男性的病人的话，有一些肾结石，哎，有时候我做超音波，就说哎这个病人有一个0.8公分一个小石头，然后他就到外面房间买什么化石草，要把它溶掉。我想没有这个东西了，你要就说我们肾结石的话，你要让它结石跑掉的话，最好方法就多喝白开水。喝水就有效了，化石草没有这种成分了。然后还有另外一点，我不知道，也是前一阵子有人赖给我，他说我们最好不要喝什么菠菜豆腐汤，因为他说菠菜豆腐汤会变成肾结石。因为网友理论说，哎，像我们的菠菜里面有草酸，豆腐里面有钙，所以如果你吃菠菜豆腐汤的话，草酸加钙变成肾结，变成草酸钙就石头。可是没有这个理论，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一个民众，比如说我今天下午我吃菠菜豆腐汤，菠菜里面的草酸跟豆腐里面钙，在我们肠胃道就结合变成草酸钙，它就会从我们的肠胃道从粪便中跑出来，它没有机会形成肾结石，所以这个谣言是错的了。菠菜豆腐汤还是可以喝，对。然后另外就是说我想这个算是蛮特别的，就是说。我想有一个概念是东西方的差异了，就是说像我们国内在东方国家，我们女生在怀孕时候，哎，有时候一些婆婆都会想说买一些深海大鱼啊，来给她补一补身体。那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呢，你在美国、欧美国家，你在坐月子，哎，医院会给你一个产妇手册，他还告诉你说大鱼不要吃，因为我们今天工业化污染很严重。所以很多深海的大鱼的话，其实很容易会有甲基汞的污染。所以在国外哦，如果你在美国待产，哎，美国的医院他就告诉你说，他产妇手册就直接告诉你说，你深海大鱼偶尔吃就好了，不要太常吃，担心会有甲基汞。
甲基汞它有神经毒性啊，所以怀孕的妇女她肚子里面还有个宝宝，就担心影响小朋友的宝宝的一些大脑的一神经的发育，所以说在怀孕的妇女 我想不能吃了，这是对的，这不是谣言哦。对，就说孕妇还是不要吃深海大鱼，偶尔吃就好了。那还有个谣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说，哎，我们在看门诊都说我们要吃的健康，最好多喝白开水，对，白开水最好了，少喝饮料。那其实你要喝白开水的话，哎，其实喝自来水最好，就说你水龙头水打开，然后自己烧开水最好。然后有些网友是说，其实不要太常喝自来水，会增加癌症的风险。我想这是错的啦，因为网友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们自来水在水公司，它为了杀菌，它就会加一些氯来消毒。然后当然说我们在烧开水的时候，它有一些氯的代谢物，像三氯甲烷，在动物实验会增加癌症风险。不过那是很微量啦，不会致癌。那可是如果民众担心说自来水里面会有三氯甲烷的话，你也怎么样？我在家里烧开水的时候，开水已经烧开后，你把盖子打开，让它继续再燃烧个一两分钟，就可以把三氯甲把它挥发掉。然后我最后一个传言，就说还是跟大家，这是因为我在看病的时候会遇到的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这样做，就说吃药的话，大家认为说最好是搭配白开水，唯一一个方法就搭配白开水。有时候小朋友感冒哦。就说妈妈会带她去看诊所的医生，然后诊所的医生就开一些抗组织胺、一些感冒药。哎，小朋友不想吃啊，哎，很多药都是苦的啊。然后有些妈妈就想说，哎，那我就给她搭配感冒药，搭配牛奶，感冒药搭配什么饮料啊、果汁啊，其实都不建议啊，你会让药效都没有。最好搭配，你喝酒只能搭配一种饮料，就白开水而已。那我在门诊甚至怀疑过说，像我们门诊偶尔我们会遇到有些病人他晚上失眠睡不着觉了，所以会要求我开安眠药。然后我用安眠药，我们都是用得很保守了，因为肾脏科医师我们都用得很保守，我们都顶多晚上一天晚上吃一颗药。然后有一次我遇到有个病人哦，晚上我都开一颗的安眠药，他是睡不着觉。他有一次他回诊，他跟我说，医生，你刚给我的安眠药，我吃一颗安眠药的时候，我搭配一杯啤酒，这样就很好睡。我听了之后吓一跳，结果我那个药我不敢开给他。对，我说你吃安眠药只能吃任何药，只有一种组合，就是搭配白开水。我想这是我最后要讲的最后一个谣言。今天我想我就讲到这边，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让我有机会来报告，谢谢。永远的国宝，怀念的经典，忘不了的小肉掌，低音歌王郭金发是你我永远的记忆。表演厅10月22号周六晚间11点，国宝级台湾歌王歌后金曲演唱会，朱宗庆百人木琴音乐会
澎湃，邀请100位音乐家共同演出，让木琴的柔美音色透过合奏呈现如交响乐般的壮阔气势。全球罕见的演出将为您开启不一样的音乐视野。公视挚友会员到公视官网登记，就有机会获得演出入场券2张。详情可扫描 QR Code 公视网站，或拨02-2633-2000转九。小姐，你喝的是什么咖啡啊？这是咖啡店听障老板特地帮我煮的香橙咖啡。小姐，这又是什么饼干呢？这是心智障碍朋友手做的香草饼干。小姐，你在看什么呀？我在看手语 APP。俊松，你有事吗？看样子我把坏警察演得不错啊。了解身心障碍朋友的18般武艺，欣赏动手不动口的精彩戏剧。听听看，看了就知道，赞。石门器哈有一句俚语，叫做“九月九，风吹满天下；十月十，风吹落西下。”啊，所谓“九月九”代表什么？东北季风已经来了，秋天已经来了。所以那时候东北季风开始来的时候，就适合放风筝。在地早期的风筝是那个八角风筝，然后就是用水泥袋跟竹子制作而成的。把龟溜，把这个耳啊，啊，这个嘛爱个调换的顺风才会起哩。阮这做这弓箭这个陷阱吼，啊，都是会好的。阮就是用这安尼来锁，所以安尼做一个陷阱，安才会好。一般风筝的制作过程的话，就是中国传统的风筝示意，就是扎弧会放。那扎的话就是骨架的绑扎，那弧的话就是用水泥袋把它弧在筝面上，那是弧的。然后会就是彩绘的部分，那放就是放飞的技巧。所以这4个主要的工序是传统的风筝工艺。今年石门风筝节呢，它的特色呢是我们邀了很多的国外的团队来啊，例如说有会唱歌的马来西亚的乐筝，日本啊浮世绘的风筝，还有我们有分成很多系列，例如有实验文跟常青人大战，另外还有海岸造型啊，就是我们很多我们的公鱼啊、章鱼的各种啊的风筝，这些啊都是我们今年风筝节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特色。因为现在的那个风筝都蛮多元化的设计，所以说以特技风筝来讲，都可以分为是有单线的、双线的、有四线的一个区别。那以单线来讲的话，它已经不像传统风筝，就是放着人放着风筝在那边飞。那它现在已经可以去控制它了。双线的部分呢，它是用2线去控制它的方向。那如果说是众多人飞起来的话，可以类似像雷虎中队战斗队形的那种图形会出来。特技风筝的表演，一般来讲，我们是搭配音乐来做表演。
所以呢，它的好坏，我们一般我会看它是跟音乐的契合度，然后团体的默契，然后最后才是看他们的技术。风筝冲浪，哦，风的选择最基本的条件，我们是玩向岸风。一般来讲，在中午11点到下午3点会比较理想，因为，陆地的热度比较高，它会有一个热对的影响，所以这个时段的风向是最稳最好的。哦，基本上风筝的控制很简单，就是过于右手往右边拉，风筝它就往右边；左手往左边拉，它就往左边。如果说往上推出去，它就往上推，哦，基本的手部的技巧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其实可以这样？风筝课程其实很着重三个元素，就是专注、合作跟坚持。那我们的风筝不是孩子自己独立完成，必须透过两个合作来做的。在风筝课程，甚至在孩子的生活教育里面，我们都看到孩子在这边有很大的成长跟进步。因为放风筝的话，他们都是在我们下操场，或者说在海边，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面放飞的，如果可以跟在地的依附情感做连结的话，就算以后离开外面去外面求学，他想到自己的故乡的时候，自己有能力，希望可以来回馈自己的家乡。有人说，风景越美，路越危险，尤其是奇险峻秀的高山。当山难事件一再登上新闻版面，台中市与南投县陆续提出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登山安全能否因此提升，还是限制了人们走向山林的机会？10月24号星期一晚间10点，我们的岛为您播出《山区禁区》。时间的皱褶荣获美国儿童文学最高荣誉纽伯瑞金牌奖，以其辽阔的想象、深刻的寓意与诗意的美感，在儿童文学史上树立不朽地位。捐款3600元获赠《时间的皱褶》时光五部曲套书，详情可扫描 QR Code 公示网站或拨02-2633-2000转九。南韩的演艺和艺文圈惊爆近万人被列入反政府黑名单，官方活动一律封杀。希特勒出生地是一栋奥地利老公寓，新纳粹党爱来这里朝圣，附近民众不生其扰。奥地利政府想拆这栋房子，却一直拆不了。连锁家居品牌 IKEA 上海店用餐区长期被老人霸占联谊， IKEA 被迫下逐客令。周六周日晚间7点半，公示全球现场，与您一起探索。